被问到敏感议题，郭智辉左右闪躲，不愿正面回应。针对经济部撤销桃园市府处分，让三家 SRF 电厂败部复活进驻桃科，经济部遭到质疑，不甩民意护航厂商，但郭智辉却交代不清楚。尤其当地最反弹的燃烧 SRF 可能有空污问题，更是没解决。环境部是加严来处理，会有一个加全面体检，然后一个辅导团。彭启明表示，环境部将筹组 SRF 辅导团，更说自己不是刽子手，但这说法当地居民恐怕难以接受，蓝营立委当然也不买单。刽子手是环境部的彭部长，那么这个始作俑者啊，是我们经济部的彭智辉，那么是谁给了这两个部长哦最大压力的幕后黑手到底是谁？经济部跟中央政府不要再开玩笑了，停电的是桃园，然后现在我们整体来讲，要让桃园的身体、市民的身体健康受到这么大的危害。国民党上下发起攻势，把矛头对准民进党执政，质疑背后的政商关系。面对中央硬干，桃园市府预计收回超量污染物排放权，也会严格审查园区环评以及空气污染物排放许可申请，寄出三关卡，试图反制。显然都是选举的时候的操作，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遗憾。我们要捍卫我们刚刚讲的居民的健康，土地的面积该合配给多少，适当的排放量就是这么多。蓝营火力全开，痛批民进党选前选后态度大转变，听不进地方声音，终将让民怨持续升高。东森新闻政治中心台北报道。